a balcony. Meaning that it is very good, very good. 还有我有的时候我也是犯了错，但是我的师傅、我的邻居、我的阿姨，你们都大家教我，谢谢你，真的。<笑>还有我们以前，我跟你们一起旅游的时候，我以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们也是不认识我，但是我们是今天一起旅游。 我们一直大家都是好朋友，现在你们可以认识我，我也是很想念你。<笑>真的，我想念你，真的不高兴，我很想念你。所以，你可以，下次你再来印度，你可以找我，好不好？啊！我也要服你啊，但是特别舒服。 他师傅，我的师傅也是哦。他坦诚地说我犯了错，他马上教我，小心怎么这样说比较好。所以我特别告诉师傅，我代表印度人们向你表示谢谢你。